这款就是1.8方冠体270度旋转，发动机搭载是玉蟾4102，78千瓦，刹车系统采用锐利断气刹，豪华驾驶室，框架结构防侧歪，单手柄操作，视野开阔带天窗，料斗加大，轮胎采用品牌轮胎啊，前进轮胎，加重桥，双边减，大大提升了刹车性能，尤其针对山区，整车都是四驱，动力强劲，减速机加大，电子外吸水泵，全密封转盘，百线马达带动握杆，这个质保5年，核心部位就是咱们里边这个搅拌叶片，啊，双质搅拌片，搅料均匀，出料流畅，并且双陀轮稳定性比较好，